要为大家推荐一款可以帮忙计算卡路里的 APP。如果你是爱吃美食又怕胖的人，这款卡路里小助手 APP 就可以帮你轻松控制热量。这款卡路里小助手 APP 会帮你记录每天所吃的食物，自动转成卡路里，然后告诉你总摄入与总消耗的卡路里，并自动计算热量差，让你知道还可摄取多少热量，或提醒你该运动了。如果你不知道做运动可以消耗多少热量，这款 APP 在每项饮食记录下方会依照你的热量摄取状况推荐各种运动。更贴心的是，内建运动计时器，清楚告诉你每一秒正在消耗多少热量。不只计算你的热量，这款卡路里小助手 APP 内建许多健康食谱，并清楚标明食谱热量以及营养资讯哦，让你在料理同时清楚控制每日摄取营养与热量。每天的记录结束后，还会提供热量差分析，帮你今日的表现打分数与提供建议，并且以曲线图表显示你的努力成果哦。